最好是啊，我刚刚是打 boss 打到死掉啦。我刚刚是输了吗？刚刚是输了的意思吗？好啊，自杀不爽。哎，会不会收到游戏的回音啊？我突然发现游戏声音其实还挺大声的。啊，对啊，真的啊，刚刚有点大声耶。哦，好多了，赞哦。妈，我在飞机上伸出来，如果说我石头蹦出来算了。靠呗，怎么整栋有吧？怎么可能啊？谢谢谢谢。哇，刚好这边居然一次就过了，我觉得好屌啊。哎呦，一个黑人，靠呀！那个胖子，飞机上有熊，谢谢哦，新电影对不对啊？干小啊！什么啊？看不懂啊！一直狙，不爽，我要自杀，太生气了。啊！
猛击是什么东西？靠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感觉扭扭的技能。哦，拿路后道，我懂了。原来用这种烂手法，哇塞！这也行啊！哎呦，这个技能倒是以前没看过哎，蛮新鲜的技能。别跑！耶，又升级啦！这游戏没有新剧情哦，严格说起来，这游戏本来就也没什么剧情可言啊。干，我觉得好克难哦。我就一直靠这个烂烂的攻击技能一路打到这边来。这样子手游有类似的，好像没有吧？该不会连他那个吐的都能算数吧？欸、真的是、欸、太扯了，太扯了！他的几乎什么都能喷啊，什么都喷，什么都不奇怪。我喷水呢。干！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
哎、欸，看你们讲的好准哦，就是在一下子我就要收台了，真的电话讲太久，就是要面临收台的命运。这啥小啊？啊！刚好我乱弹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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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 ！fuck！ 妈了，就是不让我过去，是不是？啊 ，fuck！ 在跟谁哈拉？你觉得是在哈拉吗？当然是 for business。啊，不玩了啦，差不多要收了啦。哎呦，好啦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忙一忙，等一下要出门一趟啊，就休待啦。今天晚上应该还会再开啦。今天晚上好像会开领红蝶吧，就先这样啦。那晚上还会再发通知的，所以我不要那个。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晚点见喽，拜拜。